你旁边有 CBS 要看吗？啊，来看眼可乐，来铁侠，上 CBS 看眼可乐多钱？要不他们不知道可乐多钱。上超市，咱不上饭店行吗？咱上美国超市看一眼那个 看一眼 CBS 连锁超市，看看那个可乐卖多钱。铁侠，谁提了噻？那个管理不能自拉，没有自拉这一说。等会儿我把我耳机装了呀。啊。CBS 很贵，那得上最便宜，上看 Costco 买去。铁子，你喝瓶可乐上 Costco 啊？稍等，我把摄像头转过来啊。贾玲，你上纽约了 ？CBS 啊。贾玲，你上纽约？连锁药房加超市啊。贾玲，可乐多少钱？现在线上的是美国版贾玲啊。先看看外边可乐卖多少钱。我搁门口卖可乐，妈搁人超市门口卖可乐。Excuse me, how much is that?3? OK. 啊，三。三块。前面这老黑跟冰猴似的，跟陀螺似的。那大胯也不知道咋长的，大胯那么宽。跟冰猴似的长的。可乐。这儿不卖，这是红牛专用柜。啊，这儿。这不是可乐、啊、这不 Dr. Pepper 吗？上面这呢，3.39啊，三块三毛九胶瓶，人家不对，你这味儿不对，这不 Diet Coke 吗？你上面一样的，这不这儿的吗？3.39啊，对，我没拿钱出来，不然我就买了。打完税还得算瓶钱呢，这得应该是3.7出来。你等一会儿，我买一个，我给你看收据。是不是？对，应该是3.6吧。买一个，不是你喝有糖的吗？你买一个。那我拿无糖的，他们再说不是。你讲话，你有那20多块钱，你刷它多好，刷蓝墨镜。你买完你不喝。这谁到了？你上门口买呀，不打碎啊！天了，你这不赔了吗？上门口买去啊。3.47，等会儿啊。算瓶钱了吧，给你。算了。啊，算是3.47，3.5。退了吧。退啥退？我正好我也喝了，无所谓了。你上门口买吧，便宜嘛，3块钱不打碎。你中间差的5毛钱，讲话了，合人民币是差3-4，又差一瓶出去了。Yeah, may I have the receipt? Thank you.3.74，3.74。我跟你说，不对，3.7，打完税算上瓶，3.7，3.7不是3.4，你得打税还得算瓶钱。对，啊，这儿呢嘛，3.44加上纽约的税3毛，完了之后还有一个那个瓶钱的那个什么押金，一共3.74。6分。咋说？要不要看生活成本啊？还是要怎么的？别，要看别的吗？看问问热狗多少钱一个呀、啊？热狗啊，你搁这街上不得卖8块啊？问问，是带馅儿热狗不得卖8块 ？How much for the hot dog? $5 regular hot dog. What about the jumbo? Yeah, jumbo 7. Okay, got it. Thank you. 啊，带丝儿的，就是讲话那个叫啥呢？香肠不是干巴的，带咬点软乎，带点汁儿的，啊，带点汁儿的7块。给你放点洋葱末和酸菜的。啊，洋葱末、香菜，还有那个柿子。洋葱末、酸菜，嗯，这边放酸菜，放酸菜丝儿。啊，这说呀，刚才那小子呢？刚才扒拉那小子呢？上便宜上贵的那个。不说了，你看那是个啥店？小葱店，小葱店开大道上来了。要不咱说铁侠，不行，你自己开直播，你自己买点去呢，我怕我疯了。你开直播点我 PK 呢？我咋了？你开直播点我 PK， 我给你放大呢。我不。旁边刚才那五角形叶子没看着吗？啊，没看到啊，没看到，那你们看一眼了。别看了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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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了。
不看卖芦荟，那是芦荟啊，那是芦荟啊，卖芦荟的，卖芦荟的。对，你看人家多自由，马路上跟搁大马路上摆个桌，俩人搁那吃上，椅子都没有。问为啥没有椅子，怕老黑拿走。这个现在卖这玩意儿那是最多的，再说。卖啥的？就你刚才看卖芦荟的呗，卖芦荟是最多的。卖芦荟挣啊，你不说那玩意儿啊？那对，这家卖芦荟都快赶上卖咖啡的多了。再说，工资咋样？工资搁纽约四五千有的，四五千块钱，那打完税四千块钱呗，打税后五千块钱应该算是不错了。他家热狗加个小薯条十块。啊，热狗加小薯条十块。完了，上面给你。撒点鹰角豆，再淋点那个 cheese 就十二。他这不怎么哐哐进门了呢？我还买张刮刮乐，我一会儿买个彩票算你们的得了呗。再说，啊、不是你别不能玩，不能播、啊，不是你那个人问你空气啥味儿，你给形容形容。空气啊，芦荟啥味儿就啥味儿。对，空气当中全是芦荟味儿，听懂了没有？铁侠的头发整的又跟那谁似的了。我回来一直没腾出来空去剪呢，准备这两天，这个周末去剪去。哎呦，看一眼停车费，给看一眼停车费。啊，停车费好，这都好办，我这周边有的是停车场。你想在纽约看停车费，你胆儿也不小。你讲话了，上回谁来的？季阳去停车去，是停哪儿来的？停那个外滩，收60块钱，要了命一样。他都不禁要问了，他都开始。给看看纽约停车费来。纽约60是属于正常价，再说。整季阳都不禁要问了都。车再大点，纽约60正常价。我旁边有，我刚才旁边有个黑哥哥，啊，散发出一股小葱味儿，属于流浪的，咱说他在这瞅我，我还有点瘆得慌，绕开他走。他不得意你这个，他撕巴不过你，你现实断头台免疫，他撕巴不过你，你信我的。问题是他妈断头台可以，我关键我嫌乎他埋汰。停车费是不是？来，迈巴赫在乎停车费？不是这么贵吗？这儿你自己看喽。半小时10块，一小时往上30，完2小时往上38，10个小时40、44，1天50。大车大点的车，8.45块是啥玩意儿啊 ？Oversize。加8块，按啥算？对，啊，加8块，月供550。你这个，他现在给你这价格还是没含税的呢。一个月停车费550，就假如你要开车在纽约开车上班，那不也不是非得停这儿吧？你附近没有停车场啊？附近，纽约市里是没有免费停车场的。便宜，你一月挣5000呢，你。花30块钱、50块钱停车，你便宜。哎，但是你这里边你少算2样啊！你不管是住在那个东头还是西头，每天走隧道还得10几呢，隧道过桥还得10几呢。那合理，人家那边那个道建的那么好，人家收点钱也合理呀。哎呦我去，这什么鬼？街头艺术开始了，你看人家美国那个环境多好，那鸽子都不怕人儿都。是啊，鸽子在这吃饭呢嘛。再说，你看这家巧也不怕人，你看那个环境好，你那个垃圾桶，你看垃圾桶里面都没有垃圾，证明人家都不产垃圾。你看人家自行车，垃圾桶。你看人家自行车都搁那倒着放着。来，这是我经常拍的一个垃圾桶。不是你老垃圾桶。Keep it clean 嘛，就告诉你保持它干净，别往里放东西，没毛病吧？这翻译是吧？这翻译不写吗？就放进去了呗。那 Keep it clean 就是告诉你保持清洁，别往里放。垃圾桶不能用，这垃圾桶不能用，摆那看的。
去翻一下吧。钢铁侠大小搁纽约也是个白领，你让他翻垃圾桶，回头楼上公司看着他，同事看着都得给他开了。我要不要脸我？谁到了钢铁侠不要脸吗？你让他翻垃圾桶，路面你别看路面，人一百年前就这样了。人家这、啊、人家把修路面、翻修路面的钱都拿来回馈给老百姓了，都回馈给老百姓了。对，你看大家，你看，啊、你看大家都多那个啥，多那种松弛感，你看看，你看多松弛，你看他往下滴了滴了他，松弛感主要是，我铁侠你放这个，我必须得给你配音乐，来看。来，回馈给老百姓了。看马路对面这个，这里是美国纽约的街头。一百年前，它就是这个样子。街道上的人群，每个人脸上洋溢着松弛感。这是美国纽约的街头，高楼林立、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里，有着充满人情味、来自世界各地的你们。我们和他们在这里，先进和文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街边的热狗车随随便便月入十万，马路上收矿泉水瓶子一个月挣八千，帅气的小哥送着快递，折着跟头，打着把式，每个月赚八千美金。你敢想，你敢信，这是美国纽约 ，New York， Welcome to United States 打上三个大拇哥。你看马路对面坐那俩在那啥的，我回馈老百姓了，咱说。日常说见怪不怪，看时间长了一点都不奇怪，就你们干的奇怪。此时有人问了，街上没有绿化带，真正的空间要给你用来开车，绿化带都是形式，植物全是假的，因为要把水留给有用的地方。来，这刚才说让我翻垃圾桶的，来，今天给你找一个干这活的，来。就翻的吗？看见没有？美国真正的实现了穿衣自由，街上有人穿半袖，有人穿吊带，还有小黑哥穿着黑夹克，防止自己被晒黑了。啊，白夹克，黑帽子。我刚才给你们照这几个骑自行车的，就是这帮走向大哥向往的生活，来送外卖吗？再说，对，纽约送外卖，纽约送外卖流行低碳环保，健康出行，不开车，骑自行车，给这里的天空一片湛蓝。不是，但是问题现在就是说，送外卖这帮大哥，你也考虑考虑，你能不能抢得过老莫和老黑？人家也开始送外卖了、啊、音乐停了吧。怎么样，那个一林吃够没有兄弟们？一林都是吃没吃够，没吃够再给你们补点。对不对？要不补的话你们确实是难受，再补点呢。来，这是最近刚上的雕塑，看了半天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啥叫满身是眼。来，你先别说话，看看美国的行为艺术，这不比花20000块折叠垃圾箱要好得多。国内折叠纸壳盒也敢叫艺术品，看看人家全是眼儿的艺术品，这才是艺术的发源地。艺术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Welcome to New York， 美国在这里。啊，你接着说，铁侠，接着说。接着说啊。接着说，没啥看的了，前面时代广场了。哎，你看人多自由，骑电动板车的。你这是多好像风一样的少年，你这词儿词儿的，你看 ，amazing， 确实 amazing。你看那种松弛感，
你看，你看那种松弛感，多松弛，没有风箱，没有工地的地方没有风箱，风箱那个东西是工地门口用的，临时是移动厕所，不做活动的时候没有那种风街的活动是不可能摆风箱的，厕所你就上麦当劳里上，啊，摆风箱，哎，铁侠，找个麦当劳看眼厕所。附近有没有快餐店？看一眼厕所，美国厕所干净。纽约厕所不让，纽约你不用想了，我不可能去了。啊、咋的？纽约的厕所你不消费，他是不会给你上面那个密码的，没有密码你是进不去的。你拿刚才可乐那瑞西，你跟他要。你刚才不喝可乐了吗？可乐不有瑞西吗？啊，拿刚才可乐瑞西，你就去呗。那是 CVS， 它不是一个地儿啊。厕所收费，厕所根本不是收费，那是对你最大的保障，以免免费用户抢了你的资源，明白不？对消费者绝对的尊重，这是对于消费者最大的 respect， 你们懂什么？咱说这星巴克哈，这星巴克原来是有公共洗手间的，啊，之后呢，它门上呢是密码锁。你买完东西之后，他会打给你一张 receipt 上会有密码，或者说你问他的工作人员，他会告诉你密码，输进密码才进去。咱说句不好听的，你说咱说像老孙太太那种，你说一句英文不会的，想上厕所都困难。你换个人，老孙太太看直播，你到时候你到时候上，到时候你上洛杉矶，老孙太太放狗咬你儿子，我告诉你，我先把话说前面了，你换个人。啊，行，就是咱说。这不会，就一句英文不会的大哥，你想上个厕所都费劲。你附近没有指甲店吗？拍个指甲店呗，让我们感受一下子。指甲店没有，曼哈顿里头的指甲店，我他妈也不做，我哪知道？我给你拍个奶茶店吧。还不如你老家，这是世界，全世界的金融大动脉，这可就到华尔街了，快呀！你们咋的？不听音乐，一点尊重没有啊？哎，你找找啊！纽约。可哪儿呢？还没找着吗？没看着指甲店，但是就有一个喜茶，你知道这哐哐排队。看眼喜茶怎么挣的汇率差，看看喜茶卖多少钱。离近点，你拍拍那牌子。盲道呢？盲什么道？盲人搁马路上，但凡一过，八个人来围着他，扶他过马路，不用道。七块五毛九，这我记得，因为他家没有那个没有架牌，基本上都是那个什么的。我再点一个，要不你别点了，别点了，没必要，你用那点刷了多好。这会儿给我俩热气球点进去了，别整了，别整了，没有必要。地铁，这不就地铁没信号，铁子们，不是我把瞎，这是真的。你说他下地铁没信号，他本身现在使的就是4G。我给你们拍眼地铁站吧，来。我从那地铁站那个口下去，争取有信号。它本身就4G，它下去变3G 了。哎，等会儿啊！啊，这有说的，这有说的，人家爱看书，对对对，地铁没信号，所以都看书。地铁站来了。你看这边有光膀子，那边有穿夹克的，你这说要说还得是人家这，你咋穿他都不奇怪。还有你咋穿都不奇怪。还有穿羽绒服的呢。那遛狗拴绳了吗？过来给那狗踢死，那个跟狗拴绳了吗？算了，没拴给踢死。你别拍前面那个，裸露了有点。啊，好。那这两扇大排骨都往下耷拉了，后背长两扇大排骨。你刚才旁边有个人中，就关键不能给你看呢。再说，算了，那讲话老外那人中赶上杀纸了都。地铁口，妈呀，怎么整的？好像嘛，
妈真先进呢、啊、这指定是把这些基建费用全都回馈给老百姓了。这门上你看这乱写乱画的，这得让外国小孩淘气啊，没看着是不是、哎、嗯，乱写乱画的。下面告你，下面告你投票投谁的，拉票啊那个。下面门上写的是让你投谁，拉票那个人，真行啊！地铁站。哎，你别说有信号啊，你看人家纽约地铁有信号。地铁站里边是有信号的。啊，走起来没信号。你看人这是多先进，到处是洋溢着造梦的那种那个画面，让你买。让你买彩啊，不是彩票，看错了，那不是彩票。Mega 那举价多高啊？哎，为啥你举价整的再高，富丽堂皇28尺高，谁长那么高啊？有啥用啊？那都全都是把那个钱花在没用的地方了。整那东西干啥？正常人都够高了。姚明也不坐地铁呀、啊？你说那玩意儿说的，姚明坐什么地铁啊？姚明？反正你说这也没毛病。坐地铁的肯定基本没有比这屋顶高的，我话给你扔着，比屋顶高的都不坐地铁。你看人家这个设计就属于合理人性化。换个口上去啊，哎，这里边就一股浓重的下水道味和尿骚味。哎呀，那你讲话不通风嘛？装通风设备多贵呀，都回馈给老百姓了。这地方好，我跟你说，冬天就是那个不是冬天，就赶上雨大了，这里边。信号真好，你看墙上小马赛克瓷砖多少年都不坏，你拍挑干净的拍，你这不美黑吗？对，你看干净光亮的都反光，你看人的瓷砖那个啥，不是他这个砖后边吧都有个小油布包包着，里边都有包着备用瓷砖。油布包旁边还有工程师搁墙里面箱子呢，然后工程师都搁里头。有纸包，有纸包，里面有螺丝刀、电笔、管钳子，旁边还有工程师，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工程师，都搁墙里面待着呢。对，备用工程师。这哪儿？纽约呗。这已经很中心的地方了。你看街上的人多有松弛感，就提了个车子上班去了，那是。前面走得快那两个应该是本地的，或者是来办事的。我前面这俩明显就是那什么的，来旅游的。贼松弛，你看你旁边老太太，你看多松弛。你讲话，你搁国内老太太能搁外面这么坐的？垃圾桶。早让城管给你扔垃圾桶里头了。你这垃圾桶专门收老太太的。那肯定不让搁那么路中间就站着坐着呀。你蹭蹭你脚底下踩那地，你蹭蹭防不防滑？啊，这地绝对防滑。防滑那就是这就是盲道，懂不懂啊？人家不是说必须给你规定一小溜，你在哪走都是盲道，地上都有颗粒的，有颗粒感的。对，你看，为了防止你找不着，还给你安个金属板，你看。这柱子装的好，没有流浪汉呢。这架子基本一安就得是2-3年、3-4年。完了分区域安，今天这儿安一点，明天那儿安一点。餐车多好啊！你看人家停车，你停多标准，前后谁也不挤不抢的。你看美国没有插队的吧？你看哪有插队的？插队啊！你旁边那爆炸头，你跟玩 GTA5 那不即视感吗？爆炸头，来给你看看，过去给个佳木斯，铁侠过去给佳木斯大拐，啊，中国银行，我操，牛逼，哎，真牛逼，咱别吹牛逼的，你站马路中间，你拍拍别的地方，你拍拍别的银行啊，什么建筑物啥，你看看中国银行怎么装修，马路对面是不是其他银行？啊，不是，马路对面没有。不是你看看我这我不吹牛逼，别硬黑兄弟们，我说实话，你搁国内可能这不算气派，就搁纽约这马路上他拍的一道，你告诉我中国银行气不气派，有没有牌面就完事了。
就你这扔锅，那国内我说实话，搁长春扔都没人拿当先进的。但你就告诉我，搁纽约大街上这气不气派就完事了，很一般。啊，有对面有个银行，等会儿我往前走两步。你说的对，哥们儿，你说的对，很一般，对。对面那是个银行，小银行 ，Valley Bank， 看见没有？马路对面。你拍个大点的，你拍大点，你拍那，你不是纯耍赖呢吗？拍一个大点的，我还得给你找去，找。耍赖，耍臭无赖，他这属于。自己家孩子自己惯，怎么咋整？嗯。你看看啊。城管先摊的那个区不在这，在法拉盛。对，找个花旗银行或者找一个 BOA。BOA， 我知道哪儿有了，走吧。摩根也行。有，前面我们单位门口有个摩，有个我们公司门口有个摩根。我当时我搁美国，你们老粉应该知道，我搁给过美国干银行干了十来年的哥们儿，我出去上美国之前，我听过这么一段话啊，这段话必须得配音乐听。在美国，如果你是银行职员，员工手册第一条永远保证你自身安全，如果遇到危险时，对方要钱你就给钱，要啥你就给啥，等他远走走远了，你确定安全了以后，你再报大盖帽，一切都来得及。我把这话原话问的我哥们儿，我哥们儿当时直接给我来了四个星号，去，给了我四个星号，四个小星星，当时弹幕审视不出来，给了我四个小星星。你要找这家店找着了，这家店。啊，你有没有凤姐啊？他好像在法拉盛。还沾点不够档次。你看这就有个大哥在这画指甲。这不是那谁吗？三角眼子吗？不是三角眼哥吗？三角眼子没他帅。啊啊！这小哥还挺年轻的呢。你看人家指甲这家店，对，人家专业，人家这边人性化，人家用的那个，人家用的指甲油啥的没有甲醛，知道吧？人家用指甲油先进。搁哪儿呢？我又绕回来了，正前方。啊 ，Chase 啊 ，Chase 啊，这 Chase 这不比刚才咱那个不比咱家银行气派？这不气派？还有呢。这不比咱家那气派，大门大脸的，主打一个朴素，人家这边，人家跟街道完美的融合。在哪儿没看着吗？蓝的这个，你看人家个完美的融合，门口人气都比你那旺，对吧？你人气多足，你瞅这个，你瞅这个背包露伞的这个，这是附近比较大的了。往前面还有一家 ，Wells Fargo， 来看看富国来。哎，就你看那家奶茶店，刚才给你们看那个奶茶店，它原来是个银行，黄了之后让人租下来干奶茶了。你讲话，你看还得是美国嘛，自由贸易，银行你就讲话了，你收费不合理，你都得黄。你名起不对，你也黄呗。没看见一棵树，树那个东西，树才能产生多吸收多少二氧化碳，只能制造多少氧气呀、啊？人家这是属于不干无用功，谁去浇那树，谁扫那落叶呀、啊？对不对？缺氧气吗？不是，你看眼后面大哥吧，焦瓦丁那个。这刚才不给你们看过了吗？啊 ，OK。我差点以为他，我差点让他把你那屋抬了，他在那脱裤子呢，刚才。正常自由，不觉得意外，大家不觉得意外。气派多气派，你看人颜色都鲜艳。
人家这红黄字你整像麦当劳似的，你瞅人家。民以食为天，不让，还有一个不让往里扔的垃圾桶。看眼里头有啥呗？我看不了一点。你搂开给你搂，你搂开给手机放里头。哎呦我操！你给手机放里头。过了一点，放这玩意儿没好。这次对，这次好，这次好。人家跟你说，人家不是装修外面，人家美国的银行只装修屋里头，人家把屋里面做的漂漂亮亮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让你享受宾至如归的待遇。外面做那么好看有啥用啊？外面当饭吃啊？你看人家里头，对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人家地砖纯意大利进口的。啊，这是反光外面地砖 ，OK， 你给你给手机贴上啊！你就让我吹，我这是我贴马眼上了，一下整错了。人家一会儿那个保安再出来干我算了。啊，行，那个得了。好好好好好好，整错了，没吹明白。啊，那个 BOA 对面 ，FedEx 是个快递公司，黄色这些车通通都是那个啥。都是出租车，对，那个 NYPD New York Police Department 就是纽约盖帽盖 NYPD 嘛，你经常听吗 ？Open the door, NYPD, New York PD， 就是那玩意儿。啊 ，BOA， 你说 BOA 吗 ？BOA 也有。你看人 BOA， 你看这个配色就相对来讲就很就好看。你看人家落地窗，最大程度是保留了采光。哎，他这是人家把这个人与自然这一块整得特别明白。你瞅咱家那个银行，哪跟人家的哪能比了啊？还得是人家这个气派。实话实说，像什么运动品店，别搁那瞎说。你讲话，当年我家开锅烙酱菜铺的时候，也采用的这种落地窗。你看人家屏幕。高清的，你看人里面沙发，宜家啥好玩啊？名牌 ，BOA 就这么大。你看人家那海报，对不对？你看人家地面多干净，那一块一块黑，那都是属于啥？怕你太干净，你认不清这地。这都是百年历史的老城。这都一百年，谁吐过的口香糖都这么沾着了。一百年，谁搁马路吐口香糖？你看人家口香糖留纪念，这是属于啊。哎，谁要看绿植的？谁说没有绿植？这儿呢。你看，你讲话，你看还得是美国吧？人花盆摆外面都不怕丢。这让我妈看着，我妈一会儿给那个绿植给扔地上，盆儿给拎走，回家种他那个什么三角梅去，对不对？你看人家多干净，你看长的是不是三角梅？你讲话这花你搁国内能长出来？你看人地面朴不朴素？这是啥呢？这是属于纽约核心街头啊！你下来看，纽约我上班去了，那去吧。啊，去吧，去打工去吧。要不你再吹一会儿，要不你再吹一会儿。我先放上音乐再吹。你放音乐接着吹呗，再。纽约核心的经济街头路面为啥这样？那么大个国家，它是修不起吗？它怎么可能是修不起呢？这就像啥？你再牛逼的老板，扎克伯格开 Toyota。扎克伯格开美瑞，他开的邻居家的托尤塔追着日落，明白吧？要啥？要把精力和钱放在有用的地方。他没少修一条路，他就能做出无数个小男孩，还有小男孩说话就硬气，这才是根本。听懂掌声。放大，他要去上班去了，他上班他午休到点儿了，他买个可乐饭他都没吃。走了，啊，你去吧，下去吧。
好不好？先不先进？九十年代，我说实话，九十年代这个街头给我们看跟科幻片一样。2024年给我们看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不是大头鹰狂。哎，像大头鹰净说美国不好，铁子，我这问你，给你钱你去吗？你要1990年的时候，你说这地方给我们看真跟科幻片似的，高楼林立的。穿的太保守，上海边啊，海边嘎嘎热情。铁子，我跟你讲啊，就是美国的老百姓上面来讲，人呢，我说实话，我没遇着过特别坏的。这个真的就是我真没遇着特别坏的人呢，也确实热情，你想看的他也给你看。但是这玩意儿你不能挑，他现实跟汽油桶似的，但他热情。他跟汽油桶，他280斤。你说热不热情呢？确实热情。你说你想挑吧，确实你这挑你也不好意思，你肯定得至少你得说一声 beautiful， 你至少 beautiful 一点，知道吧？人不坏，人我甚至可以这么说，美国的老百姓挺可爱的，普通老百姓啊，这不是沾点坏心眼儿，没有不涉家国情怀这些的，老百姓挺可爱，挺傻，挺单纯，快乐也很简单，确实，他见过啥好的呀？你说马路旁边那讲话哪个热狗摊空子了？你问我不说不好听，他吃过啥好的呀？这张家卖热狗，李家卖热狗，一条街上面15个车子，15个快餐车全卖热狗。你这搁咱家的话，你讲话了，你一会儿肉夹馍，两会儿凉皮，三家炸串，你肯定是五花八门。你看人家，那没吃过你就吃热狗就完事了呗，哈道哈道就完事了，哈哈哈哈哈，他就吃就哈就完事了，对不对？感谢深井的那个热气球啊。美食荒漠吗？不是。是我告诉你，是恰恰由于啥？由于物极必反。什么叫物极必反？美国它是一个多移民国家，全世界各地的人他都往那儿去。每一个人都有来自自己家乡的美食。他反而不好统一。说你他那个吃披萨，他那个吃馅饼，他那个吃羊汤啊，这还乐吃牛舌的，整不一块去。所以啥呢？所以哈道个最简单，面包夹香肠，整齁咸，你上去一口咬上，回头还得买瓶可乐，整就完了呗。有没有卖 Taco 就算墨西哥的那个墨西哥特色的食物了，肯定是有的。美国街头卖快餐车最畅销的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啥呢？就是热狗完了以及 Taco， 热狗和 Taco完，还有撒辣椒面的那个水果，西瓜条子，菠萝片子，撒点辣椒面，搅和稀弄，通红的。taco 多钱？taco 两三块钱一个吧，两三块钱一个均价，贵的和便宜的不谈，两三块钱一个，就是饺子皮儿这么大一张饼，完了呢，玉米面的，玉米味很浓的，玉米面的，完了那边呢有啥呢？有牛脸肉，有猪肉。完了还有鸡肉，拿铁板炒的时候是基本上不放酱，但是它那个肉是腌好的，是有点味儿的，有点底味儿的，就像有点像咱们卤蛋，肯定不会放咱家那么多料的。炒碎的肉，碎的肉末啪啪啪啪炒一堆，拿这个小饼，就是这个饼往这一摊，梆梆梆梆梆摊五个啊，好比五个一起买就是10块钱，便宜的2块一个，梆梆梆梆梆摊五个饼，这边拿铁板啪哗哗哗炒。炒一盘猪肉它炒的是什么样的呢？那个肉丝都有点炒碎乎了，而且面上有点米其林厨师最爱的焦褐感。猪肉啪啪炒大点劲儿，香丝的冒点油的时候，此时呢分成五份，拿小铁铲子一个饼一份，啪啪啪啪分五份。这个饼就这么给你了，你需要干的是啥？上它调料的这个地方去配调料。怎么配呢？拿上你这个饼啊，是放盒里的也好，放盘里的也罢，拿上你这个饼，首先往上放啥？会放的都先放大颗粒。哎，这里面配菜都有啥？我们此时看啊，上面有洋葱碎末，切的大概多大点呢？大概，
这么大，1厘米见方的小碎丁，洋葱切碎丁一盒子，旁边香菜切碎末，1厘米长的香菜切碎末一盒子。哎，完了，在旁边呢是啥呢？是那个他们配合的酱汁儿。这个酱汁儿沾点说法，虽然说跟前面食材有点重复，但这个酱汁儿有说法。它里面是拿啥？拿牛油果做底料。哎，就是这个酱是咋做的呢？平时整一个大搅拌机、打碎机，把牛油果崴出来，直接哭哧哭哧囫囵个扔里面，给洋葱扔里面，给香菜扔里面，给番茄扔里面。明白吧？再加点什么那个黑胡椒啊，什么那些那个那些调味料，这边搅碎机嘎印，哇，打稀碎稀碎泥，你能看见白色、红色、绿色的碎末，底色是深绿色，是啥？是牛油果，得加水，这酱得稀乎的，哎，里面还有啥？还有辣椒，里面还有那个墨西哥辣椒，搁这个这么一盒，会放的先放大颗粒，拿这个卷饼，里面带这个米其林厨师最爱焦褐感的肉末。小饼肉末往这一放，先啥？先放洋葱粒，它搁上面放上以后它不容易乱跑吗？香菜末把它夯实，就把这个洋葱粒中间的缝隙夯实，最后一勺这个牛油果酱汁的带水的夸往上一浇，跟浇水似的，香菜就粘在了玉米那个粘在了那个洋葱粒，洋葱粒跟洋葱粒就粘在了一起，往上一浇，这边啥？辣椒酱汁，辣椒酱必须得放，灵魂的，他的辣椒酱沾点酸，哎，前调是酸，中调是辣，后调是贼他妈辣，哎，整点辣椒酱往上一顶，红酥的，给这两头一掐，中间一滴了起来，哎，侧脑袋，为啥侧脑袋？你嘴是不受过来的，侧脑袋张嘴，后面翘起来，前面滴下来，这时候汤汁也往下掉，杵嘴里头，一口咬一半，给手滴了过来，反的这边一边整完，两边整个中间剩中间一口，噗嗤往里头一塞，咕吱咕吱。此时现在满嘴全是啥？来自猪肉，就是煎的这个碎末猪肉冒出来的这个油和啥？和这个刚才这个汁儿以及辣味以及香菜，再加上洋葱混合的味儿，整个在口腔里面充斥着，辣不齁，酸不筋儿，哎，有点小硬邦邦，再加上玉米面上这个皮儿，这特殊的玉米味儿，这是墨西哥人吃的这东西。真没啥吃头，铁子，墨西哥吃他妈好几百年了，你啥意思啊？不如春卷香，你换道菜，来个 nachos 啊 ，nachos 什么玩意儿？哎，吃过多利多滋没有？是不是多利多滋的尖儿？三角形那个片儿？我不知道搁国内叫啥，三角形的玉米片的，像薯片似的那个袋儿。哎，三角形的片儿，插一盒子，中间往上撒啥？放那个 ranch 酱，放 ranch 那个沙拉酱。完了放墨西哥腌的哈拉潘尼奥啥酸的辣椒，又短又酸又辣的酸辣椒，哈拉潘尼奥，往里面插点辣椒圈儿，往上撒 cheese 跟这个酱混合到一起。cheese 哇哇哇叉气，完炒点肉末扣酱上，完了拿多利多滋蒯这个酱，咬这个酱吃带肉末的，一咬一嘴嘛，吃完反正肯定是胖，妙脆角，你那小子，你们吃小当家选手，你小时候话吧。